Let's move to Dr. Dino. On page 66, 66页, Dr. Dino. 好，定位搜寻。好，这个叫讲什么呢？就是讲说我们学到的这四个描述这个东西位置的字呢，好，再多做一些说明，好，再多做练习。那呢，还搞不太清楚的小朋友，你上次的线上小考考得不太好的小朋友，请你呀，一定要再多看看这个 Dr. Dino，好，他这边的教学，请小朋友先听一次。Dr. Dino. Ding Wei So Shun. In, on, under, next to. Do Shi Biao Shi Wei Zhi De Zi. Kan Kan Chou Zai He Zi De Na Li. In, on, under, next to. 好, in, 小朋友记得 in. 好, 我们之前不讲什么。这个 inside 也是用 in 啊，在里面哈、哦。那你看东西都，它这个球呢被这个盒子然后、哦、整个包围进去啊，它就在里面。OK，and、okay? this one on the box 在上面，好、哦，它东西一定是放在这个箱子上面，是有接触到箱子的哦。好、哦、，OK，在下面 under。Under，好，那这个两个字的 next to 在隔壁，next to 在隔壁，